据外媒报道，刚于上周二度过30岁生辰的韩星金宇彬，于前年5月确诊鼻咽癌后一直停工接受治疗，似乎金宇彬已康复不少。不过金宇彬所属的事务所则表示，他目前仍会专注康复，未有复出计划。而近日有网民上传金宇彬似乎身在病院与医生的合照，金宇彬搭着医生肩膀指数拇指，虽然未知照片摄于何时，但有不少粉丝留言为偶像打气。璀璨娱乐实时报道。